难民潮，这几百万人呐、啊，不管老人婴呐、啊，这总是很辛苦，而且呢，不知呢下一个此刻自己的人生、生命呐、啊，是否安稳。Сину 11 років, він дістався потягом до кордону Словаччини. Його зустріли прикордонники, які допомагали, водили його за руку, допомогли перетнути кордон, пропустили на той бік у Словаччину. У Словаччині його зустріли волонтери, які нагодували мою дитину, відвезли її до Братіслави. Дякую. 他们也愿意那一份的爱心啊，也是呢接受了几十万的难民，他们供应他们的热食。Коблешири, ла грижа карьова, и чичева, он сдал сентимент де утилитат. Ла невои, мы сентим чей мей сарак, цара, да вим чей мей мари инимы.钱是小事，我说我们全额我们负责，可是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经过，不要拿钱，就是说如果园区哪个啊，他们去设计一个单给我们，他就摆了摊贩，他卖了多少就捐了，还要勉励呢来买人客人买卖期间呐，都是互相勉励，爱的这一份爱心的投入，这样的累积啦，一直就说点滴汇合，那就会成为呢啊一片很和谐的人间，互相说感恩哦，感恩。那阿姨找给你，你还是自己投，自己投哈，来，哎。好，感恩你的爱心，祝福你平安吉祥。每个人都付出小小的一个力量，不计少钱，一块钱、十块钱都好，嘿，就是你的爱心。我们人生啊，借力使力，那借物利用，感恩你来造福人间。所以自然灾难，还有人的这。所造成的灾难都很不平安，所以看到了，眼光看远一点，在想自己是很有福。大家呢要好好的，天天呐、啊、要起一份虔诚的爱心。